家好，我是 Jessie， 今天跟大家分享乳房保健客户的小知识。第一，要做扩胸运动，它可以让我们的胸部形状好看，还可以减少患乳房疾病的可能。第二，选择正确胸罩的穿戴，如果穿戴不当，会造成乳房的伤害。选择全罩型的胸罩，会丰满胸部，这是最佳的选择。第三，勤以乳房的按摩，洗完澡后配搭精油的按摩，有帮助胸部提升丰满，疏通乳腺。第四，请选择良好的作息，如果生活不规律，会影响新陈代谢，也会影响乳房的健康。好了，我的分享到这里。十月是国际乳房关爱日，请关爱女性，关爱乳房，关爱健康。